该知。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，什么好代志哦？笑到这尔欢喜。哎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小兵哎，刚有这刺激，刚有精神，整个都好起来。嗯。哎呀，这是啥？啊，太无财无钱，去算什么喷漆哦？德甲先生陪我去驾驶张元勇。驾驶？啊，真是去对伊动手哦？啊！你手会伤，刚好啊！我的手无代志啦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甲你文杰两个人去用保鲜膜把张远的车轨拢包起来，搁伫顶头困惨。你搁笑？啊，万一叫人发现要安怎？啊？就讲是我做的啊，我打落来，甲你有无关系？那会冤啦！这两天拢是去陪我去饮酒，搁替我驾驶张远勇，我车就滑险的，那不是你，我哪有可能安尼走？我感谢你拢陪我，哪有可能让你一个人担？那有啥物要紧啊？你是伯文的小妹，就参像是我的小妹同款啊。萱萱，多谢你啊，多谢你今日照顾你们。这无啥啦，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。你在讲啥？咱真劳累。但是我跟你讲哦，就像我刚宣布，丽文，夜里应该是来找博文吃中昼的，那呢，咱就莫交流，咱家去吃火锅庆祝一下，好不？好。哎，丹姐，丹姐。吃到欢喜，记得我请。好，多谢你。啊，是不是现在丽文来便宜找我，你没意见？我没这样想啦。那这样哦，你就不要每次哦，看到丽文都是这样摇头革命啦。啊，你是做人大嫂的，啊，现在心情不好，你应该哦，加加关心一下，加陪伊，别让伊哦，每天都看你的面色。我只是做为难的，啊，不过不是因为丽文，是因为萱萱。哦，啊，萱萱是怎样？伊摕厝税给我妈，我讲要还伊一个月，想讲伊是毋是想伤济啊？有甲你讲过无？无啦，啊不过这嘛真正常啊。伊讲哦，伊嘛想听到嘛对丽文讲的遐歹听话啊，所以伊嘛会怀疑讲哦，嘛是毋是误会？伊嘛想要伫咱兜白吃白住，但即款厝税哦，可以家己较安心呢，这嘛正常啊。过去哦，我嘛替丽文拿一块厝水好啦，今日时间哦，妈伫遐有白讲话。博文，咱会当冷静落来好好讲无？无冷静的人是你，妈着看钱哦，看了上当的，摕这台的船就是上紧的。你哪会当安尼讲嘛？我讲讲唔对，大概哦，就我摕钱给妈的时阵，妈才会较笑的，敢毋是？说出去啊！我无想要跟你冤家，我先去休困，你去吃饭。等你啦，我话还没讲完啊。你有这摆状况哦，我无可能让你家己一人住。你若是欢乐伊，咱会当替丽文找一间厝，萱萱嘛会当跟伊做伙住，我看伊两个人感情也袂歹。哦。所以即摆意思是讲哦，叫我甲丽文当予萱萱顾，阿婆你哦住伫后头厝，啊甲你做伙哦，又好你妈妈，是毋是这个意思？我毋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讲萱萱嘛需要一个伴。那你为虾米毋是咱搬出去，陪丽文做伙住？即摆厝遮尼贵，咱的头期款拢还袂欠够，要来买厝搬出去住。应用做伙啊，也是个要讲哦，遐钱拢还欠起来，亚玲。刚讲我的感受就这样无值钱，
这么多年啊，我拢陪你哦，住伫恁家，伫应付恁妈妈。啊，即马你文有代志啊，你拢袂用哦，替我这做哥哥的想一下。那是恁家，不是阮家啦。我住伫遐，从来都无假的感觉。亚玲，袂当这样自私了。你讲我自私？我陪你走过这么多困难的时阵，你哪会无感觉我自私？